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大师的 IG 跟 FB。然后第一关轻松转就好了，不怕连符出刺。然后第二关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，你要洗到全部的卡片都跳也是 OK 啦，然后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没血的话继续撸光珠。我把它洗到全跳好了。然后可以带走了。然后记得看梦珠是哪一颗，好，是这一颗。木珠变水珠，好。木珠点水珠，可是以剑人来说的话，应该是点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点原本的属性。然后水是木珠，所以水珠要弄叠的。好，来喽。顺便看一下这个含羞草。来叠，OK。然后这里再开另外一只项羽。解除弱化，哇，弱化腐蚀，然后珠子随意，这边我点新珠，OK， 轻松。第四关，然后第四关直接收转就好了，那两回合把它带走。水珠。没转到，好，带走，应该多转一回合的，好，算了，好，这里的话，我们直接开火爱，然后再开洛可可。好，再开一次。好，变身。好，再开一次。四到六，开第一个好了。好，再一次。我在想要不要开九风网欸。恐怕50颗这样不太够啊！这旁边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20、
好，开九分网好了，保险一点。好，来。我好像不太够，差一颗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是打十四啊。哎，他那个会不会重来啊？如果这回合没打死他，会不会重来？应该是打十四啊，伤害这么高。哦，可以啊，自己吓自己。想说一回合可以带走，就带不走。你这个队伍配置不太好。好，然后木珠小心，用叠的。嗯，不过这样也叠不太到啊。被撞一下会不会痛、啊哦、好痛啊！啊，这是错误示范。嗯，应该带一个炸板的角色，多带一只，可以带紫龙之类的。我慢慢转还是打得赢啊，就有点花时间。好，开箱鱼。好，点木珠，排出。就是等到技能跳就可以了、啊、就是也不会带，也不会都到多懒啊。OK 吧，各位，你有项羽就可以这样玩。好，这样就会解四组成就。四组成，不是四组，四个种族的成就。